下面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下雪花夹，就是我们使用雪花子的时候，你不知道放在身上哪个部位。这种呢夹子呢，使用后非常简单，你很快就可以拿到这个雪花子。你看这个夹子的特点是跟雪花子夹在里面后，看它随便怎么摇，它不会掉下来，这样也不会掉下来。这要是这上面这样一夹，这样一压，它就掉下来了。那我们这个夹子呢，可以这样放在里面后，它摇左右摇晃摇不出来。我们可以夹在这里，皮夹的这里。要取的话也很方便，外套一穿，就手指这样轻轻的这样一抖就到了手里，就这样，这样就到手里，非常简单，又非常实用的一个魔术师的专用配件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